早上好，中国！现在我有冰淇淋，我很喜欢冰淇淋，但是《速度与激情》中比冰淇淋《速度与激情》中我最喜欢。所以现在是音乐时间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两个礼拜以后，《速度与激情》就两个礼拜以后，《速度与激情》就。两个礼拜以后，速度与激情九，不要忘记，不要错过，去电影院看《速度与激情九》，因为非常好电影，动作非常好，差不多一样。冰淇淋，再见。